真吵，都没睡好。这个轰隆声是从哪里传来的？好像是从丛林里传来的。天哪，这都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那个恐龙做的。把树都撞倒了。不好意思，一直在练习。所以练习？我在练习，因为我要参加头撞大赛，我想要拿第一名。所以你在用头撞树，难怪那么大的轰隆声。这里的树很结实，很适合做练习。你拿第一名之前，丛林的树都全倒塌了。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能破坏丛林的树木。对不起。是啊，练习了也没有用，只是破坏那些无辜的树木而已。你的头骨这么小，怎么能打败我？不要妄想了。哼，你好好看着，什么叫头撞？不要破坏大树。还有，小龙也能成为头撞王的。那明天比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他是大龙，在所有的剑角龙当中个头最大，头骨也最大。小龙，不要放弃，你要继续练，我会帮你的。但是如果我想要继续练习的话，会破坏树木的。是啊，那是不行的。有了。所以让我们做他的头撞练习对象。是啊。好麻烦。如果帮我们的话，我会告诉你们有很多这种植物的地方。小龙，全力跑过去，然后用头撞。好。那么用力撞头，应该没事吧？这个嘛，博士，牛姐姐现在在帮剑角龙练习撞头。剑角龙？我们今天早上在丛林遇到了剑角龙。剑角龙。但是那么用力撞头，我怕受伤，有点担心。如果是人类或其他恐龙的话，就很危险。但剑角龙没事，因为它是头撞恐龙的种类。第二，打开恐龙百科全息图。剑角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恐龙，是白垩纪时代的草食恐龙，特点是头部有厚厚的头骨。头部上面的头骨厚度足足有22公分，所以受到很大的冲击后也能保护大脑。剑角龙们通过相互头撞比较谁更强。但是小龙的头骨比其他的剑角龙都小，能成为头撞王吗？头骨大的剑角龙获胜的几率会更大。头部的坚固练习做得差不多了，下一步我们练习必杀技。小龙，因为你的体格比大龙小，所以你不能正面对决，需要一个必杀技，因此你需要提高你的精准度和速度。好，那我开始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好，我扔了。再来。小龙，不要躲，用头撞过去。知道了。小龙接招。好，用得再快一些。大家好，
现在开始第65642届头撞比赛。比赛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头撞之后谁先哭或者谁先倒下就是输。那么好，比赛开始。我比闪电还要快。怎么样，很快吧？怕了吧？怕了吧？哇，尽管对手如何挑衅，看他的对手是迂回，对手打了出手了，好看，哇，一头锤把毒撞飞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到的是小龙，小龙和剑角龙的对决。现在剑角龙高叫了一声，啊，他们准备出手了。哇，两个人的头撞得力气，结果会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啊，两个人在较力。哎，妈妈！啊，对手竟然哭出来了。三号选手因为哭出来，所以输了。赢了。好，终于到了决赛。决赛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小龙和去年的冠军大龙。哇，大家看看大龙的头骨，看起来很恐怖。还有我们的挑战者小龙。小龙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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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记住必杀技，加油，加油，小龙加油。比赛开始。嘿，一开始大龙一个头锤冲了上去，小龙也不甘示弱，冲了上去，哇，人的头撞得力气，小龙，哇，小龙好像晕过去了。小龙要避开正面对决，按照战术来。大龙，哇，小龙一个闪身躲过了大龙撞击，加油，哇，又躲过了，哇，小龙没想到如此敏捷。你这个胆小鬼，怎么总是往后跑？你有能耐就把我绊倒啊！哇，大龙一个头锤撞到了小龙。小龙不甘示弱，哇，看来体力还是大龙占有优势。两个人在场地里不断的转圈，看情况两人的实力相当啊。扬起了很多的灰尘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哇，灰尘散了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我们看到大龙在不断的摇晃，小龙却没有任何事，就剩下最后一击了。你这是什么战术？来了。啊，小龙他要反击了。哇，小龙一个头锤撞飞了大龙。小龙胜利啦，好厉害。小龙真的好，这个战术太厉害了。好好好，谢谢大家。我无法接受我的失败。小龙小心。大龙危险。小龙帮帮龙探险队出动。小龙救了大龙，我去救他们上来。哎呀！发射网布！得救了！做得好，乐平！得救了！好重啊！抓稳了！你没有抓好！一、二。没事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快看，
对不起，之前取笑过你，你才是真正的头撞王。谢谢小龙，好样的！太好样的！大家好，现在是恐龙之歌时间。硬硬的头是墙，有力武器，又是恐龙也不怕顶撞过去，用厚厚的头骨顶撞过去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头撞恐龙。硬硬的头又圆又厚，小小的牙齿渐渐长出，在雌性的面前意气风发，分胜负的时候就用头撞。苗条修长机灵敏捷，奔跑的也很快，见角龙左顶右撞，哐哐哐哐，勇敢的头撞高手见角龙。硬硬的头是墙，有力武器，又是恐龙也不怕顶撞过去，用厚厚的头骨顶撞过去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头撞恐龙。